真的。就是随便，哎，你们随便了，好吧？那你凳子下在这儿是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不行，这样，我们得穿上国袍。国袍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俩就拍照那里，红红的感觉。刚好。所以你的意思？那倒也不用换。你想？我其实360度都撕掉。那就没问题了。来，验证一下。嗯，来，准备吃一个。等等，师傅，等等，师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师傅，认得二爹不？